乳姑不待，二十四孝之时，朝代唐朝，孝子唐夫人。向老夫人请安。给曾祖母请安。媳妇儿见老夫人最近消瘦了很多，不知老夫人身体如何？身体并无大恙，只是人老了，牙齿都掉光了，吃起饭来有些困难。老爷，最近老夫人精神不太好。母亲一向身体健康，为何会精神不好？母亲年纪大了，牙齿掉光了，吃饭很困难。唉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奶奶奶奶，曾祖母为何牙齿都掉光了呢？因为曾祖母老了，人老之后牙齿就会掉光的。牙齿掉光呢，不就不能吃东西了吗？是啊，所以曾祖母才会不开心呢。怎么办呢？哎，对了，小孩子刚刚出生也没有牙齿，可是他们可以吃母亲的奶水啊。如果曾祖母也有奶水可以吃就好了。男儿，不得胡言。老爷，男儿说的不无道理啊。母亲现在牙齿掉光，吃饭困难，趁我现在还有奶水，让我来孝敬母亲吧。夫人，这怎么可以？老爷，鸟雀尚知反哺报恩，我们又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挨饿呢？夫人竟有如此孝心德行，让为夫，请受为夫一拜。老爷不必多礼，作为儿女，孝敬父母是我们应该做的呀。老夫人，吃饭了。媳妇儿，这是……老夫人，这是媳妇儿的奶水。啊，这使不得呀，使不得呀！母亲，恕媳妇儿不孝。母亲牙齿掉光之后吃饭困难，每日挨饿，媳妇儿看着痛心呢。是母亲辛苦把儿女一手拉扯大，现在您老了，也是儿女孝敬您的时候了，请母亲不要再推辞了。好好，媳妇儿快快起来，我吃便是。这真是几世修来的好福气呀。我这一辈子最欣慰的就是能有这么个好媳妇儿。我走了以后，你们要好好孝敬她。男儿，记住，长大了要好好孝敬奶奶。嗯，曾祖母，奶奶记住了。给奶奶请安。奶奶，最近身体可好？好，好，男儿，有你这么孝顺的孙子，奶奶身体好得很呢。想想当年奶奶对曾祖母尽孝之举，孙儿至今铭记在心，孙儿也一定好好孝顺奶奶的，还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做一个孝顺的人。好好孝敬自己的父母，为孩子做个榜样，将来也同样会得到孩子的孝顺。
这样世代相传，让我们的后人懂得孝心德行的重要，便会是一个到处充满温暖的世界了。要知亲恩，只看儿养儿女，要求子顺，必先耳孝爷娘。Me